接着来看上一次上的十住品啊。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四个本分，它从三昧分、加分、起分、本分。好，那本分当中它分成两个，一个是正本，一个是教本，是吧？体相。好，之前上一次这边这里哈，种性义这里就有菩萨们就问了，种性它这个是怎么样的啊？这是在印度的时候，印度它不是会把人分成四种嘛哈，那现在他这个是修行，你可以修行成佛，可以修行成佛的这个，这个我们怎么说？用这样子来看哈，会比较。他说这个种性他本来的意思，他本来的意思是宝山的意思，这个梵文的字是宝山的意思，埋藏有珍宝的，那就有包括血统啊、家族啊，这用我们中国的来说哈，就像家族啊、宗族这样的一类的。那他说印度分成这四个嘛哈，阶级制度，那到目前为止他们这个阶级制度而且是根深蒂固，就是像如果是贱民这些，他真的他就是不敢到，他虽然是你跟他问路，他带你到那个，然后他就在远远的地方就告诉你哪里哪里，然后他就到那里，他不能再进去了，他再走过去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再强制他，也不能，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怎样，说不定我们是害了他，因为他们的那个是太根深蒂固了。那他说这个种性是社会身份的象征，那在佛教里边是指修行人的资质，或者是指佛跟三圣人得证菩提的本性。那在解《生命经》里边，他也有说到哈，说蒙诸佛设施种种，勇猛加行，方便化导啊，说不能令得啊，说有本来唯有下，他只有这个下列种性，他在《入楞伽经》里边，他有五种性。那这个啊，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经论都有哈，那。在这边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众生有这三种啊，定无佛性，就永不得，就我们说的一禅题啊，那有无，那就修行时就可以得到，那不修行的时候就没有，那定有佛性就指三圣人。好，那这个他们在当时的十大论师他就有说到，他这个护月论师他认为他本来，你本来就具有这样的佛性的，就是他可以成佛哈，他但是他不承认心熏，就是熏习而来的，熏习而来，然后这是引发最后无漏种子成佛，是有这样的心熏的说法，就是熏习，这样才有成佛的可能嘛，哈，要不然怎么会有成佛的那个？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皇室的血统嘛，哈。那如果不具有皇室的血统，他经由修行，他可以成佛，他就认为哈，他说唯有本有性种性，要本有的哈。那不承认这个心熏的，这是护月论师。那只有主张心熏的，他
没有那个原来就有的哈。他说就是熏习，然后最后引发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个无漏种子啊现行啊，这是难陀。我们的那个本子里边他写圣君，圣君就是难陀。有的我们是把它意义，用它的意思去翻译，有的是它的什么啊，它的音啊，同一个人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被他们搞的，那你只要去查那个佛教的词典，或者是佛光大词典，难陀他就一二三四哦，有谁有谁有谁啊、哦？佛陀的弟子也有什么这样子一大堆哈、哦。那第三个是承认本有跟心熏，就是他原本哈、哦、本来就有哈、哦，本性就具有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后天熏习，然后最后成佛的，这护法所说的哈。哦好，他这里都有讲到一个是一禅提不能成佛，但是这边啊，他说天台宗跟华严宗是反对法相宗的，认为哎有一禅提不能成佛，他是认为全部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啊，所以一性皆成佛，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这是。天台宗跟华严宗的，那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会有这样？我们说，我们不是那个儒家有一句话哈，人人什么具不是具有佛性？他没有说具有佛性了、啊，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那个就是这个思想嘛啊，所以这样的这个。哎，一禅提能够成佛，所有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所以在我们中国就很符合，所以都是我们都是一直就又以这个为主哈，所以这个是成为我们佛教史上的主流思想，是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思想非常的契合哈。对啊，你只要想到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他说五种性是，哎，声闻圣定性，就是，哎，那第二个是独觉圣定性，然后再来是如来圣定性，那还有不定种性哈。那不定它是不定三圣不定哈，它是有菩萨声闻二性不定哈，菩萨独觉声闻，然后声闻独觉。啊，在声闻独觉菩萨三性不定，说本有无漏的种子差别，然后在前三圣种性尚未决定它的，尚未决定它，它是哎菩萨圣啊，声闻圣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无性，无性就是什么没有这个哈，不成佛的哈。那这个是在以法相中里边，那法相中里边所讲的也是因为有那个一禅提的这个问题，所以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争议。这个是在这边是讲到的啊，种性的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再继续。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你往那个什么去查里边的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又看到很多的资料。好，再过来是别是本文啊，是种句、别句、种别。像我们看种文中。有六句，第一个是出一句是种，它种是五种性中减去余性，所以称为菩萨种性，所以告
众菩萨言，诸佛子菩萨种性，然后别释的话就有其他的哈，说下面五句别显种性义，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啊。好，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哈，它这边在解释甚深，它的意思广大，它的意思法界的，它的意思还有后面与虚空等。好，最后是不确若意，已从佛种性生，后面一切菩萨，一切菩萨从三世诸佛种性中生。好，这个是正本，然后我们看教本，教本分成三大项，第一个是标述引证，第二个是列说，第三结说，在381页啊。说第二个是显相哈。显相当中是标述引证，标述引证是三世佛国无不皆由十住因感，就从能够成佛就是由十住，十住是他的因嘛。他说大如大王路，理无其境，没有别条路啊，要成佛一定要经过这一坎。所以他说诸佛子菩萨摩诃萨十住行，十住行是去来现在诸佛所说，要成佛他必定要经过这个。第二个是列名，说一周圆以名十种，他说以十就是圆满，所以称为十，他就把所有的列出来了，就有哪十个十住行，哪十个就第一个出发心，一名出发心，二名自地，三名修行，四名生贵，五名方便具足，第六名正心，第七是不退行，第八童真行，第九法王子行，第十灌顶行。那底下这一些，底下这边他就是在解释这个十住的意思，还有此中十住意有十门哈。第一个四名遍体，所依身，然后所行行，所观境，所离障，所成德，所计法，所摄位跟成果。好，第一个是四名，说总名如前面已经解释了哈，别中，他说别出者，出者依外凡位十千劫来修性善根方便行满，要修性满，然后于大菩提起决定心，入位不退，所以称为出发心。说出发心即是住，出发心即是住，实业是他这是在起信论当中说到了信成就发心，跟起信论里边说的信成就发心是一样的，就是出发心就是住。那第二个是精炼此心，使离染明净，所以称为自地，是第二个。第二个自地，
这个是出发心哈，那第二个是自地住。那第一个如果是搭配十度，搭配十度的话，第一个是布施嘛，那第二个就是持戒，第二个是持戒，所以他会说精炼此心，使离染明净。你持戒就是离染，不会去犯那个错误，所以你就可以离染。那离染当然就是得到的是净，所以他说这是自地住自心地。是第二个自地住他的意思。第三个是妙观空有而正行熏修，所以称为修行住。第三是修忍入行，那他说的这个是修的第三个啊，修的是那个定，所以要妙观空有。那第四个生在佛家，所以种性尊贵，称为生贵住。走。这个既当无漏位，那第五个是巧不自真，起悲悯悟，待真随俗，此二合观，离边巧背，故云具足，还有此同五地。离合真俗而能合也。这个说的就是这个修到第五住，第五住他说同第五地，第五地的菩萨，第五地的菩萨，我们说初地那个是圣位嘛，哈，到了地是圣位。第五地的菩萨，他虽然修出世行，但是他也要修入世的五明。五地菩萨他要修五明，五明就一方明啊，工巧明啊，什么明什么明哈，这五个是世间法，这五明是世间法。那你修了出世间法，然后要度众生的话，你要修这个世间法，所以他会讲到待真随俗，他会讲到待真随俗，是吧？起悲悯悟，他是。所以他才会有这样说，巧不自真，不停留在这个上面。所以他都会跟那个十地啊，跟十地这边去搭配。所以他说南和真俗，出世法跟入世法。出世法跟入世法，它两个是写刚好是不同的方向嘛，但是它两个要能够合，所以他说是这个而能合，所以在十地品的第五地叫做什么？不是，远行地是第七，叫做南胜地。南圣地，如果你实地比较熟的话，你来看这个，你的这就会很清楚了。那其实它这个搭配实地的话，它搭配实地的话，它讲的这个就是实地的一部分，实地的其中一部分。
你有空的话去比对，你用十柱哈，然后去比对十柱出发心柱，然后去比对十行的，哎，第一个，然后去比对十回向位，然后再比对到初地，你就可以发现它是它包含其中一部分。好，这是第五地，所以他说巧不自真，不停留在初世法上面，这不停留在这一边。那第六个是观无二法，第六地，这个说到第六地的，它是要什么？第六地成为现前地，第六地是般若现前。般若现前，所以他是证得了什么？证得了什么智啊？证得，哎，他是证得根本智，他要证得这个根本智，所以他法是能所，没有所谓的能所啊。所以他说第六个观无二法，所以既见纯熟，闻赞佛毁佛，心不请动，所以称为正心。因为你已经证得了嘛，这证得了法性或者是法相，就这都是一样的，说你证得了最后的这个佛性根本智，那所以他说这个就听到赞佛，听到毁佛，他不会请动。那不请动是不为这个所动，而不是你不知道。啊，他这个正心是你知道，但是你不会被他引起你的情绪的。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表现哈，因为我们听到赞美，我们好高兴，嗯，只要有人说到你不用说到你的脾气，你这个人怎样，只要说你今天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你就会怪怪的一天，哎。对呀，啊，有些人真的是很在意啊，很在意一切，所以他说这个是心不请动，是不被他所扰动扰乱啊。说心即是正，所以正心又正是静，所以心是智啊。心住正理，所以称为正心。那这一个证得了根本智，那证得根本智以后，第七以后就是要证得根本智，要做什么？保留，就是要启用啊。我们学佛，那学了以后，你知道了这些，那你要启用，你就是要告诉别人说，你所听到的，那所学的，那你要告诉别人的时候，那就是在第七地，第一个是什么？方便，你要善巧方便。那这边它是第七，是止观双运，缘不能坏，所以称为不退。跟第七地一样，他说双形象，双形象，第七地就是从染要到净。那第七地他还没有到无功用行，
无功用行就是任运而起，它不会因为什么，但是它并没有到要到无功用行，要到第八地，要到第八地。所以在第七地里边，它是从染要到净，它还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加工用行，还有一个加工用行，它才能够到这边。但是它从染到净，从染要过渡到净，要过渡到净。那这两个它，所以他说会有什么？从会有双形象，那它是止观双运，所以它所有的外缘外在的，它不能去扰动它，也不会让它因为看到它是那样子，它就有退了，所以它这里说不退，它的双形就是从染到净，它从染到净。还有一个过渡，还要刻意去作意，它才会从染到净。那到第八地，它跟第八地不一样啊。第八地就是它不用去再这样，它是任运而起，它都是净的，这样它的差别啊。第八地，他说第八是三业光洁，离染如同。说三业光洁，身口意业三业光洁，那他这边他还要在什么？还要在定，你用你的定力，那这些外缘才不能去干扰到你。那你再加一个功用行，他就从染到净，所以他说双行嘛。那这边不用啊，他就任运而行，通通都是净，通通都是净的。他没有染的哈，他不用再刻意做一个加行，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哈作意，不用，他就是整个通通都是所以他说离染如同，对，叫做同真住哈。他说同行性成，说童真，我们就是比喻跟小孩子一样哈，比较纯真哈，没有其他的那个污染了。但现在小孩子不一样哎哈，到了八岁哈，我们说这样哈，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很厉害了。现在的资讯哈，太发达了。那有些父母就是你只要不吵我。尤其是做生意啊，或者是比较忙的，你只要不吵我，一个 iPad 给你，你在那边滑，一个手机给你啊，他在那边滑，哇，那个小孩子就哇，滑得比我还厉害，那个他玩游戏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父母也买个那个什么玩具的麦克风，他也弄着，哦，在那边唱的哦，很陶醉的样子，我看着就很好玩。那这个他们已经失掉了那个童真的那个这一方面。那我们小时候是到处跑哈，我小时候还跑到那个我们就跑到山上去捉迷藏啊，我要让人家找不到我，所以我就跑到山上去，人家真的是找不到我啊，等到他们玩完了我下山了。那现在想起来说，哦，那真的不怕死，他万一真的是被人家抓了，或者是万一怎么样，还就一个这样一个小女生这样跑到山上去，不过回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然后就被画一个圈圈站在那里，然后就要站在那边反省，不能再出去了。然后就傻傻的是站在那里，也不会跑出去。那个圈圈就用粉笔画在地上，画一个圈圈而已。啊，我们就站在那里。
这是第八哈。他说：“同行性成，物莫能阻。”所以说是任运而行啊，所以他说：“故云真，此同八地，无功用行。”这个，那得到无生法忍第几地？第八地啊，第七地也有，哎。那他们两个的不一样，就是在于这个最重要是在一个哎，他就是无功用行，他是啊最主要是差别是这个。那第九应机善说，少世法王故云子，就他要继承王位了哈，所以法王子位。他这一个要具足，要说法，到了十地成佛，要说法，所以在第九地的时候要成就事无碍变。那这第九地，好，第十诸位满足成就自身，所以诸佛法水。以贯其顶，故云顶也。说依佛原教，贯顶位满就成佛了，所以更无实行。如下文还传比丘处说，这法入法界品里边，他说，他是这样子的说了哈。那就我们一直在比喻的哈，你要从楼下上来，你踏上第一阶，哎，也是上来了，到上面也是上来了，但是还是一样有差别的。好，若三圣教则不如此，但是解相未证真，对三圣教就不是这样子说的。所以得名有三，所以第四八九十从譬喻来说，然后第七是离过受称，后面的有其他的是约功能来说，他就在说那十个诸位的名字，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从譬喻来，然后第七就第七刚刚之前的说离过受称。好，第二个是明体性，看说有三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是所依，即以无量方便三昧为体，说以依此定说实住，所以论就说此三昧者是法体故。那第二个是约本，说以即以前种性甚深为体，说以彼是实住体故，随未说实而无别性。那第三个是客性，约所缘以真俗二谛来说，约能缘是用悲智恶行，余行眷属皆此所摄，真俗尽俱融，悲智为一。说此二复缘俱融法界，无障无碍，俱得自在，是其体。那原教来说的啊，从原教的角度来说，然后后面他不是说有十门吗？用十门来解释，十个方向来解释这个十住，但是他就解释到这里，后面他四个字，哎，于门别作就没了。就不讲了，哎，
这里啊，于门别座啊。所以前面他讲了啊，前面他这边不是市民啊、辩题啊、民所依生啊、所成行啊，啊，对，然后讲了，哎，就后面就哎别座，但是别到哪里去，哎，不知道了。好，后面解说，解说就是后面诸佛子是名菩萨实住去来现在诸佛所说，这解说。好，再来就是说分。说分当开始我在做这个课判的时候，哇，也是被他弄到昏头转向。如果有仔细看的同学就可以知道，因为他前面说一说，然后后面在解释的时候完全，哎，完全前面说的是前面，后面说的是后面。然后我就把它放着。然后从后面寄送开始来，寄送弄完了以后再回头过来。好，它可以分为果分圆融不可说，那因分随说，佛果哈，佛果它当然是不可说啦哈，哎，没有证得，没有证得跟佛一样的智慧嘛哈，所以。我们不可能说，那因分，哎，从底下修行每一个阶位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啊，他说因分随说，那因分随说当中，因为果分不可说嘛，不可说当然没有后面没有在第一项、第二项了，不可说，所以第二个。哎，因分随说，那因分随说就第一个曰普贤自体行，普贤行嘛哈，那第二个是普贤位相，那从普贤位相当中来看的话，他说第一个是阿含位，第二个是正位。正位就是正得了，哎，入了圣位，就称为正位。他还没有入圣位，称为阿含位。他这个阿含位不是说是阿含经啊什么，不是这个哈，他是把两个哈，这个是。正得了圣位的他称为正位，那这还没有正得的他把它称为阿含位，那在阿含位里边就是第一个名色体之位，第二个是随相之位，那色体之位他就这十个，就这十个，发心住、自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方便住，然后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王子住跟灌顶住。那我把它弄这个，是它后面它会那个底下的方式都是跟着一样，他说第一个标，第一个是标，然后第二个啊就是是，那标好这个啦哈，他说说分
十住有二，一果分圆融不可说，然后因分随说，所以有两个。就刚刚我们做科判的，科判我照这一个来的哈。好，约普贤字体，然后约普贤位相，那这个有二分，就阿含位，然后正位，正位是实地嘛哈。有金正说阿含位，就还没有证得实地的。那再来余中是在这个当中，阿含位当中有二。第一个是色体之位，第二个是随相之位。那色体之位就说十住就是十段，十住就十段，所以我就把后面那个就把它标下来，十段。那一一每一个都先标后四，所以就先标，然后后面就四。那解释哈，再来是四，四当中解释哈，先第一个是标，那第二个就要解释了哈。那第二个解释当中有二，有两个啊，第一个是修行，第二个是观解。那修行是它的别相，别相说以一一住当中各修一行啊。第一个是修出发心嘛，哈。那第二个是质地啊，所以它这每一个住当中都有它修该修的项目。那第二个是观解，他说是其同相，说。诸住皆有误解相故，你看经文的话，它不是说什么，哎，不由他物，我们看到后面就会有了哈。然后前中这个修行，这个是事当中有修行跟观解。然后前中前就是修行嘛哈，修行这个部分它就有分成两个，第一个是自分行，第一个自分行，然后学十法，他修了什么，知道之后要学十法，这个是圣进行。我们先把文字看完以后，我们再来看那个科判，你就会比较清楚哈。就圣进行，那圣进行里边有各有两个，就先正修，然后后面是解释那修义。有其中第一、第十文相加，就是初住跟最后灌顶住，它的文会有比较多，所以他说文相加是初为行本，赖多缘故。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十住初住当中它文有多了一小段，到了灌顶住的时候它的文也多了一小段，所以初住是行本，要有多元。那后面灌顶住的时候是到十住满嘛，所以他说是未满得深广故。然后他说他前面跟我们说，第一个是正修，第二个是四修义嘛，然后又解释一一皆有二，说第一个是标，第二个是四，然后四中皆三，名入住行，然后学十法是进住行，然后住满得果啊，也可以用这样子来说，啊，说这是在《十地经论》里边说，这括弧是《十地经论》这多的，我们的那个上面就只有这些啊，《十地经论》它是写一切诸地皆各有因体果相，但是我们的那个
本质里边，《探玄记》里边，他写诸地皆有因体果相，说即是入住为因，进住为体，住满为果。其实这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哈。其实它每一个都是有入进到这个哈，进到哪一个阶位，进去以后就是在那边修那个法嘛哈。那修完了以后，当然会有一个果，然后会有这个果，然后就是出来再往上面一个。那再往上面一个的时候，同样是会有入，你要进嘛哈，进去，然后再来住，在里边，在这边修，然后再修了以后，当然会有成果，然后这些，然后再往下面一个，除非到了成佛啦，但所以就是后面我们在如果是讲到后面的话，它是有嘿。入心、住心、出心，这样子，就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好，那第二个他说是修行啊，修行就是要他修，那要修，他说这是自分行跟圣境行。那自分行是在修十法之前嘛，哈，那他说圣境行有正修跟修义，然后在修义里边，他又有增跟释。这个是按照这个，按照这个他说的，我这样子把它标完了哈。那等到我们真的来看发心住的时候，哎，你就。会被他搞乱了哈，他还是一样，第一个是标，第二个是释，标他每一个每一注哈，每一注当中，他是先标明后释义，那标明搭配经文，搭配经文的话，就诸佛子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初发心注，那你可以往后面看。第二地的话，它是诸佛子何等是菩萨摩诃萨自地住，就只有改那个中，它这个是初住，然后改二住、三住，一直到第十住。那这个是先标出来啊，所以标出，所以它是标明标这个啊住。初住他标出，把初住的名标出来，那之后就会后就要解释啊，解释，所以第二个就是释解释，解释的话他就之前前面他是正行啊观行啊，正行观修啊，没有这样子比较。这是《探玄记》里边讲的，不是我把它标出来的。它这个是别行，别行就是各个哎，初发心住不一样，自力住不一样，正心住不一样，灌顶住不一样哈，所以称为它称为别行，个别修行的内容不一样，这样子哈，这样我们比较好记哈，个别不一样，然后同向。相同的哈，我们这个先慢一点看，我们先看那个啊，相同的，你只要看每一个注，好，初注到十注，后面都是这三句，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物，所以这个就是同向。那前面的是别行，就跟这个不一样。虽然他说同向了，但是
出发心住跟自地住的有所闻法即至开解不由他物，那个程度不一样啊。啊，那只是说他在这个文字叙述上面他都有这个，所以他说他是同相。那之前的他把它称为别行，个别个别要修行的项目是不一样。这样弄清楚了哈，弄清楚往后你就底下的你就很容易看了。要不然刚开始我在那边弄，前面他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正修吗？那不是观修吗？那为什么又等一下又这样，等一下又那样？被他搞半天，好看。有时候他这样，你看一看，看到那个你就觉得很烦哈，因为他前面的讲的跟你后面要去把它做成科判，要把它对起来的时候，对不起来啊，真的是对不起啦哈。啊，对不起的时候，你就不晓得是你的理解有问题啊，还是他有没有错误？但我相信他不是不会错误的，我相信他不会错误的。其实后来我就注意去看一下，他不是有一个别相同相嘛哈？然后说哦，那应该是这样子啦哈，没错啦，他就是用后面那个，他不是用这个，他是。这个正修没错嘛，他必须要，他要修的这个就是他正修的，他要修的部分，他不修这个他就没有办法到下面的哈。那别行的话，他就分为自分行跟圣境行。啊，自分行又分为明行本，修了以后。他要正修这个，所以他原本就是要修的。那修完了以后，当然会有一个所得，所以他有所得。那修了以后，你要往后面那一个住过去的话，你还要再学一些，再学十种法。所以它这一个称为圣境行。那圣境行它就正变，就先说明，然后再来先把它提出来，对，十种圣境行，十法，然后再来四乘，这样比较清楚啊。那你这个知道了以后，第二地也是这样子哈，第二地也是这样，只是它有时候这个字会有一些差别而已啊，那差别是不大的。那现在你在你的那个印象当中，你就要有一个那个初步的轮廓哈。那第一个是标，然后是标的话，就是把它的哪一柱。标示出来，然后解释就包含了什么？别相同相。那别他要修的就自分行、圣境行。那自分行该修什么？然后圣境行该修什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现在已经。我们先把这个讲出发心处讲详细一点，后面。就你那个概念有了，后面就会很清楚了。好，我们再继续从出发心住开始。那这是第二大项，他要解释。第一个是第一大项是标嘛，把这个名标出来，说这一地是出发心住。然后再过来就要解释，解释它是别行跟同相哈，那别行它是个别，它初住跟二住三住它不一样，它所要修的不一样，所以是别行。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说的，有所闻法，极致开解，
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物。那这个，他说这个是相同的，所以他这个是同相。那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四义当中，还有分成两个哈。第一个是别行，那别行当中有二，先自分，后圣进。自分行，然后后面是圣进行，前中二是自分行当中有两个，第一个是明行本行，这个行的根本哈。那第二个是所得，它的本。我们看第一个行本是说的是发菩提心是十住之本，所以第一个是发初发心住，发心住，发菩提心，但转此心见增胜故，成后诸位。啊，这菩提心就一住一住往上增啊。所以成后面诸位。那第二个是所得，所得当中，哎，他会说第前中出六句，第一个是发心所依缘，前面六句是发心所要依的缘，前面六句。然后再来下面一句明所发心体，再来下面一句是发心所求，后面一句是不退还，这样总共九句，前面六句六七八九。所以我们配合经文来看，配合经文，此菩萨，此菩萨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妙色具足，尊重难遇。这是第一个第一句。第二句获睹神变，第三获闻说法，第四获听教戒，第五或见众生受无量苦，第六或闻如来广说佛法。这前六个是发心所依缘，是看到佛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啊，那或是看到佛的神变，或听了佛说法，或听了佛的教戒，或什么看到众生受无量苦，或听如来广说佛法，这个是发心，就前面六个。然后下面一句，第七句是发所发心体，所以第七个是发菩提心，第七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要做什么？所求。所以他说发心所求，发心所求要求的是求一切智，所以他第八个是求一切智。好，后面他就是一向不回，就不退还。不是发一发，发菩提心要成佛哈。现在看到，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哇，发菩提心，然后等一下就说，不要了，太难了哈，不会这样子的哈。那后面这里就是他又不同的解释哈，所以他说又是。
是出，就前面六句是发，后面一句是心，然后再后面，再后面一句是解释菩提啊，最后面是是住的意思，就两种说法啊。然后底下他就说，前六句当中有两处闻说法者，好，哪两处？有两处哈，第一个是或闻，第三或闻说法。好，他说有两处闻说法嘛哈，所以第一个是或闻说法啊，下面一个呢？或闻如来广说佛法，那他就说这两个差别在哪里？然后他这里就跟我们回答了哈，说前面是听愚人说，听其他的人说的，后面是听佛说的，因为或闻说法，那没有确定是谁嘛哈。说不定佛的弟子啊，或者是谁啊哈说的，然后这个或闻如来广说佛法哦，那这个是确定他听到的是佛所说的，所以他这两个不同。然后也有种说法是底下啊，又出前面说的是什么？哪一个略说，后面是什么广说，好，再还有一个是前面说因法，好，修行的因，那后面说的是果法，果再来是第又七缘发心，缘发心所变。啊，最后一个一向不回，一向不回者，他说是简易外凡，跟什么？跟外凡位。我们说从住位开始是内凡。他还没有证得圣位，所以他还是凡位，内凡位，住行相，住地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个，这是，所以他说这个简易外凡，就是说他跟前面信位的不一样。所以简易外凡，所以他说一向不回，他没有解释，我们又根本就不知道他一向不回，他不回去哪里啊？好，他解释得很清楚啊，哈，他还前面那个文法跟后面那个差别在哪里？他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好，这个所得，所得当中，他说分是因义，这个由出发心得成实力果法是因，他这个是从史教来说的。那第二个是为缘义，是入住不退。始生佛家得佛体分故，说位于实力随分而得，这从宗教来说，那第三个分缘无碍故，分是跟缘是无碍，得分即得缘，但你就普门中变，
而是因而非果，所以称为分。始终于漏尽亦得分者，是准教之职。他说：“又此实力，小圣中至佛国始得。”后面他讲的啊，说三圣中地上始分得。三圣的说法是要到了实地，啊，才会一分一分的得哈。那一圣的说法是入位即得，那入位一圣的说法，入位是从初住就开始了，这个是他解释后面哈，解释后面这个，他说此菩萨因出发心得实力分，他刚刚就是在解释这个分，分是因义，是出发心的因，是得实力果法之因。何等为实啊，这是实力，实力是处非处智，业报垢尽智，诸根智，欲乐智，性智，一切智处道智，一切禅定解脱三昧正受垢尽起智，宿命无碍智，天眼无碍智，三世漏尽智，是为十。他这边说的这十个哈，那各个经论的实例，他有时候顺序有不一样，他有时候他说的实例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实例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留意哈，各个经论他在说的是不一样哈。那一样的是叫佛可以得到哈，修行到最后可以得到这十佛实力。那前面这边他就是在解释哈，就解释他说这分这实力分嘛哈，得出发心得实力分，那个分的意思。那这从这边它的是分是跟缘是无碍的哈，它是在当中的，包含在当中，说包含于，说包含于这里哈，所以他就说他是在这个在原教当中，他是包括在这边，他虽然他证得的他只有一小部分。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他有证得了，有得到一些，有得到一些他的利益，得到一些果，你不能说他没有。但是他所以他就说这是就已经得到，那在小圣当中他是必须完全整个圆满了才叫做得。那在一圣，在一圣这边，它是你只要是一小部分，你证得了一小部分，那就是它就是说你就是入得就得到了，它的说法是这样不一样而已啦。那三圣当中，它是要到了什么？到实地的时候，它才说才分得哈，它是。他看法不一样而已啦。其实他不会说这个，他到了初住的时候，他就有实力了。他是没错啊，他有这实力的其中一个一小部分时段嘛，哈，就十个。你要成就佛果，那你要修到这个，要像处非处智智。如果分成十个，那你要修到十个，但是你现在只有得到一点点，他也说你是得到了。那在小圣的是你要全部得到才叫做得到，就好像是那个什么，我们用那个在持戒啊、犯戒来说，小圣
它就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才叫做犯戒。你要去做啊，你真的要去骂人，我就骂你，骂了以后才叫做我犯的恶口。那如果我看你不顺眼，我在心里哈，一直骂骂，哇，叉叉圈圈啊，一大堆。那在小圣来说，这个不算我在骂你，但是在大圣当中，这就已经骂了嘛，啊，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它的差别是这样子而已。那其实它有没有真的有嘛，哈，那就是。其实大圣他在像这个他是讲的比较细，他是从那个维系的这个点上面去看的。那这没有错啦，一个是在相上面看到的就算了啊，就才是啊，那一个是只要你有那个起心动念那就是犯了。那起心动念重不重要？那也很重要啊，就是你有那个念头，那后面又有什么缘，说不定好，他又跟你讲了一句什么你不中听的哦，那你开始到最后总是火山爆发出来，就开始飙骂了啊。这那这个你不能说你无缘无故这样子就又不是发疯了啊，你无缘无故然后就开始针对这某个人这样，然后就开始一直骂一直骂，不会嘛，你一定是有一个那个维系的，这样累积到哦，真的是累积到你不能忍了。那就这跟这个是在看法，这是一样的。好，这是所得。那这个实力，这个我们不再一个一个详细的再说，就是你去你上网去 Google 一下就会一大串，这个十几页就可以一大串啊，自己看啊，自己看，有很多我们都大致上面是知道一些，那要更详细的就是再自己去找。我刚开始在读的时候，在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的那个本子里边啊，从前面一直到后面，哎，都没有这么干净的啊，这上面啊、旁边啊，一定都是满满的，因为我怕忘记啊，然后记不住了，就把它抄下来，然后第一次抄，你抄下来啊，知道你读到后面又有相同的。又忘记了，再抄一遍啊！抄一抄，抄到后来，哎，大概看到了你就哎有那个印象，你就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啊？那你可以再反过去找出来。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做什么哈，没有捷径，不可能是一下子飞过去哈。你要去累积这些东西。那才会有，也许有很聪明的过目不忘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哈。那我不是属于那一类的，所以我就必须要很死的方法去做。好，第二个是圣进行，圣进行啊，第一个是正变。第二个是事成，圣进行当中先正变后事成，前面有十句，这十句然后之后有事成，我们先整个把它看完，你的搭配经文会比较方便。事成就他就整个把它解释结束了。第一个真就提出来啊，哈啊，提出来，然后后面是就解释哈。好，所以他说
四义当中先生后世，说生是发菩提心已，已经发菩提心了，为什么还要学这实行？学此实行，所以它有一个每一个啊，你看每一个哎十住当中每一住它后面都会有一个何以故？为什么？好奇宝宝，他就为什么要这样做哈？然后他要解释的是有三义哈，有时候他就说哎是准知，那你就准知哈，就自己要知道，说是有三义。欲使此心转增胜故，然后第二个是令坚固，令菩提心坚固哈，令成果啊。又解释是第一个这两种说法哈，第一个是令自分坚固，第二个转胜进转增，第三个终成佛果，所以必须要这样说，说令。欲令菩提心转胜坚固，成无上道。那你把这个合起来，跟后面的哈，跟后面同向哈，有所闻法集智，它每一个到后面，它说何以故，然后欲怎么怎么什么，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有所闻法即至开解不由他物，他后面都是这样子哦，他每一柱后面都这样，你可以看一下哈，他每一柱都是这样，他这个事成哈，这个他就是要解释在那一个柱位当中要做什么哈？为什么是要这样子做？他就把它说清楚。好，像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哈，圣进行他要，圣进行他要学的是诸佛是。比菩萨应学十法，他要学十法，何等为十？就所谓第一个，学恭敬供养诸佛。所以他第一个，他这边第一个供诸佛，这边解释哈。那第二个是叹诸菩萨能舍自乐，忍苦求果。所以第二个是赞叹诸菩萨，所以他说忍苦求果，能舍自乐。那第三个是护众生心，护众生心。第三，以圣妙法化诸众生，不令彼心堕凡小位，故云护。你再看那个经文，或者是你再看《探玄记》经论的话，你看到这个护要特别小心哈，它有保护的意思，那也有防护、防止。也有防止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什么？护众生是防止众生，避免他怎样堕入小圣，所以他说不令彼心堕凡小位，所以这是护。你一直往后看，一直在往后面这样子。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读下去的话，它会有什么护小圣行，护什么行啊？那个护不是你去护着它去做那个小圣的那个这些，不是去修小圣的那些修行方式啊，
他护小圣行是防护我们，防护这众生去堕入小圣，去修这个小位，他就是防护你去修，退到后面去修这个，他是要我们修的是圆教的方法，或者是大圣的方法。所以你在看到这个护的时候就特别留意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哎，护烦恼行，嘿，有哈，现在就有同学就提出来护烦恼行，哦，我还要去保护我的烦恼哈，然后你就会，哎，怎么要护烦恼行呢？哈，你就在那边想不透啊。然后护烦恼行，护烦恼行，哦，完了越读越烦恼哈，越防护越多了哈，是那个。护烦恼行是什么？防止你堕入，哎，堕入那个里面，是防护自己堕入那里面，哎，不是去保护自己去修那个烦恼行哈。所以这个护，哎，这特别要留意啊。我们通常这个护都是保护的意思啊，哈，爱护啦，都是这。没有，就防止他去这。好，这是第三个。那第四，准下颂当第三长叹圣位，此云清净，这是曰自利，颂曰利他。他是说这个第三，第三是护众生心啊，第四。啊，第四亲近贤明，亲近贤明啊，这个是在这里，在这里，他说在这里，他说的是自利哈，自己去亲近贤圣，那这是自利。在颂后面，他有重颂分，有寄颂分了哈。重颂的时候，他所说到的，他那个是亲近贤圣贤明，这个他是讲的是利他啊，这样要知道哈，他还没有讲到寄送，他就告诉你这里是自利，然后寄送的是利他的，寄送的那个经文是讲的是利他的。你如果是，哎，可以再把它往底下去找哈，找到那个它的寄送，就可以比对一下哈。那第五，叹尽妙法，魔等不坏。第五是暂不退法，所以故之不退。第六，以佛功德安利菩萨，所以修佛功德。就第这个也顺诵第七啊，顺诵哈，然后第七，巧化众生，令得见佛。第七是称扬叹美生诸佛前，所以叹美生诸佛前。啊，再来第八，善修三昧以教众生，所以称为方便。所以他方便修习极尽三昧。第九，转妙法轮，灭生死轮。所以他说赞叹远离生死轮回。那最后第十个，就是为苦众生做皈依处。第十是为生死苦累做清凉归处。
那第九、第十又有另外的解释哈。第九是令离无常苦，第十是令得常乐。所以这十个在下面颂文，它还有再重说一遍哈。第九个是叹远离生死轮回，那这是叹无常苦，那后面是得常乐，为众生作皈依处。好，这个是发心住。好，现在我们再看自地住，那后面的就是跟它是一样的。好，第一个是标，第二个是事。标就之前我们说的哈，是何等是菩萨摩诃萨自地住。那事就有别行跟同相，同相是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物。好，别行有自分行、圣净行。那自分行，它的自分行，还有再来圣净行。那自分行有起实心显无尽。那辨识心别意象，所以第二个二柱当中出自分内识心者有两个意义。第一个，随于一众生起此识心，以显无尽。那第二个是辨识心别意象，所以名于十种众生处起。那这个他说相对的经文，此菩萨于一切众生发十种心。那后面的他就何等为十啊，所谓大慈心、大悲心、乐心、安住心、欢喜心、度众生心、守护众生心、我所心、施心、如来心，是为十。好，这十心的别意象，名十个众生处。第一个是愿证众生不念家报，所以大慈心。第二个是受苦众生，于受苦众生，所以他是大悲心。第三，贫乏于乏之具众生，所以是乐心。第四个是不善众生令住善行，所以他论说的安者是因处，乐者是果处，所以安住，令其安住。第五个，得善因乐果众生，所以第五它是欢喜心。第六，于有留众生，是有漏众生啊，度令发心，所以度众生心。那第七，于初发心众生，所以守护众生心。初发心加守护他。第八，于修菩萨道，少略于己众生，设令同己，是我所心。第九，行于己其推之同师。第八是比自己还要稍微差一点啊，那就是摄受他，令他跟你自己是一样的。那第九的是他的跟你一样，但是你要推他啊，
要赞叹他，推举他，就跟推之同师啊，所以说师心跟那个，就一个是比自己还要低的，你把它往上看，就跟自己是一样的。那如果跟自己一样的，你要往上去推他。啊，在第十个是如来心，他说得少过尽同于佛。好，这十个在第二地离垢地里边，在第二地里边集果中当中，它有详细的解释，可以到第二，在第二地那边再去。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出发心住那个跟这个自地住，它有那个经文上面，这个只有什么？于一切众生发十种心，那就十种心。那前面的它有多出来哪里？出发心住的时候，你的经文呢、啊？它有多出来前面那个。多出来前面来就是什么32相80种好，就是那一段他有多出来那个他说他不是有一个说他是刚开始进来出发心的，好，刚开始进来，所以他有增加那个，然后后面他要修的他有跟这个是一样的，什么使菩萨于一切众生什么什么，然后要修，要何等为实，对，就去比对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哈，他在说的，他解释的。好，再过来是圣进行，圣进行就先，哎，先说明，就。正变，然后四成哈、啊，一样哈、啊。我在做这个，就我最高兴就到这边，因为都一样哈、啊，你把它稍微改一下就好了。真是何以故嘛哈？啊，是他说此时行修至慈，好、啊、慈悲喜舍啊哈、啊，令更增广，所以需要修，那就是。什么？于一切众生增长大慈悲故啊，增长大慈悲故，所以要必须要修。好，他在圣进行当中，他圣进有十行，要修十个项目。那第一个是总说，第一个总说，然后。后面有九个，他修十法嘛，所以第一个总说，那 后面的九个就是别说。那总说是第一个，若不多闻，行无所依，又以何化生？就你不多学，不多听闻，就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任何的。根据又怎么去化度众生，所以他就说诸佛子菩萨摩诃萨学十法何等为实，所谓先当勤学专求多闻，第一个是总说，那后面有九个就是别说，后面九个是后面九个，它是一二三四啊，哈，它用一二三四，它跟前面的那
我是把它十个，那从前面是第一个，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哈。好，第一个是标求多闻意，又是舍离己欲，修离欲定。第二个是修离欲定。第三，尽善之事，不为其教，就是尽善友。所以第二，尽善友。那第三是顺其教，善之时与，是顺其教。那后面一个，不非时请问，学无所谓。第六，不为不得法，又不为生法，所以明解深意。那第六，解深意就是了达正法。那达正教是知兼法行。那第八，于教义中择取修行之法，所以舍离痴明。在教育当中要去选择。那第九，依法正修，离障成德，所以安住不动。第十个是安住不动。这边啊，这样他就比较那再来就是嗨，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了哈，就是同样的啦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再来第三个是修行住，也是一样。一开始是标，然后是。那标是诸佛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它那部分切到那里，有所闻法要切过来，然后何等为实要把它切一个。好，现在我们看自分行，就这一修行住所要修的跟别的不一样的哈。是自分行，第一，自分行当中，第一个是总，第二个是别。那是说三住当中，初时自分是护烦恼行，是护烦恼行，是说令行不住，不要在这个烦恼当中哈，所以是事中令行不住，不住在烦恼中，护烦恼行，要防护自己，防护在修行，防护不让自己在烦恼当中，所以故总名无常意。初一是总。无常者，无物可为常。说无常，自性不诚实，无常等。说此菩萨十种观一切法，说何等为实？所谓观一切法无常，是总说。那第二。再来别说，别说就是后面的
后面的九个，那后面九个，那就是苦、空、无我，然后第五个是不自在，那一切法不可乐，一切法无极善，那后面是一切法无坚固，再来一切法虚妄，最后一个是一切法无精勤和合坚固，是为实。那第二个苦是五蕴动达空为苦，是五蕴都是因缘和合的，不是实有的。那第二个空是三无性真理空。那第四个无我无二我，是又于我无我而不二，如这个我们上一次说到的哈，安提遮，他会躲起来不见佛吗？然后被佛又请出来。第五个细数因缘不得自由所在，第五，第五是不自在。那第六是法妄慧恶不尽相，又以数灭了，所以不待，是第六个一切法不可乐。第七个成无所及坏无所善，所以一切法无极善，成无所及坏无所善，你把它顿开来会比较清楚。第八，无实可当名，又不得虚于住，所以第八，一切法无坚固，它不会停留在这边的。再来第九，相有体，相有体无曰虚，执虚为实，称为妄。所以他说虚妄，一切法虚妄，相是有的，相有体无，执虚为实，如果把这在相上面的执为实有的，那就是妄。他说又无实，所以称为虚，诈实故称为妄。这我们就只能在这个文字面上面去说，其实真实是要你要如果是正德的话，你才会知道说到底是怎样哈。相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相上面所看到，那在于体，还有体就是理啊哈，在理上面我们只是说就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是看不到，我们也就看不到他的那些。那等到了正德了，那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知道这有这样子的啊。那在不去执着在相上面的，所以他会说无实嘛，在虽然他呈现的这。所以
所以他说诈实，如果你把它当成是真的哈，那就是妄。所以他说诈实为妄。但是我们常常说，我就是亲眼看到的，我就是亲眼看到的哈。有时候看到的就是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段落，说不定你看到的是前面，他看到的是中间，后面的人看到的是后面哈。那如果说我们是从前面这样一直看到后面，也不见得表示说它是这个整个事件是如你所看到的这样子。那我们通常都是会在这边看到的哇，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法，然后加进去，那就有很多连续剧可以演了，所以连续剧就演不完哈。那现在这是让我们把这个阻断掉，不要说有后续的这一些。那这个相对于我们在修行，在禅修的话，它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你去那个观，你去看，当你在看事项上面的时候，不要去，你看到哦，这是人，那就人就好了，你就不要再往下面，男的、女的、好人、坏人、漂亮、不漂亮。那个都是我们所加进去的，你看到了人，那就人啊，这个是直观，直观啊，正直的直，直立的直啊，哈，直直的那个直，直观就是你看到它，你看到麦克风就麦克风，你不要再想说它有什么功用，它是什么颜色，它是什么材质，它是什么做法，它的作用又怎样，然后。他的声音出来好不好听，就是不要你看到了这个人就是这个人，那样就好，后面就不要再下去了。那这个是必须要练习的，因为我们的念头很快哈，就是这样一弹指就多少个念嘛哈，那我们都不用，我们只要一看到哇，就很多加进去的。头发这么难看，又不梳又不洗，衣服又穿这样子，然后又走路又走成那个样子，就是很多很多。那我们练习的就是练习，你就看到就是看到，那后面那些就不要进去，后面那些真的是很快啦，很快，你只要去训练你自己，你坐在那边然后看人来人往，那你就会发现。那这个你要练的话哈，要自己去练习的话哈，就是真的是有对我而言呢、也是蛮难的哈，因为这样一起来，然后张开眼睛看了，哇，那个后面的东西加的比前面还要快啊，然后就一箩筐一拖拉骨这样子就拖着跑哈。那我们说的那个。直观呢、就是你就把后面那个去掉。那你如果用十二因缘来看的话，你把那个什么后面的那去掉，那个链去掉，就不会再有那个整个去轮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啊，看归看哈、真的是要自己去好好的去修。那为什么说你要去修行，你要禅修很重要哈，你要修的话是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只要这样子一看，就很多你很多的东西通通是进去了哈。那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这忙乱当中哈，那如果说你能够把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去
去看到你自己的这样的念头的起来，那你就让后面的那些不要起来，就停止在一个静上面。所以止于一静，止于一静，那是就练习。所以不管是外道啊，或者是佛教在说的那个修禅定，这都是很重要。但是外道他所求的跟佛法所求的它是不一样哈。那我们就是避免自己去往那边过去哈。那还有在修，你如果在打坐有气动的话，就是尽量哎。因为我不知道，我不会气动，不知道。据说气动它很舒服，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这样，但是气动很容易走火入魔。气动很容易走火入魔，有些就是那个无法控制啊，不自主的，但是就是要练习不要有这些。因为你就是变成你喜欢在那个点上面，喜欢在那个状态上面，你就会起坐了以后，然后之后再做的时候，你就会什么时候会可安呢？你会在那个。那我们以前在打坐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不管是什么你听到引磬声一定要起坐，你做得很好，听到引磬声也要起坐，是吧？他就要让你练习，不管你是怎么样，你听到你就起来，你做得很好，你很舍不得起来，也是要起来，是练习。你不去执着在那个乐上面，说实在是真的，你如果是坐下去沉浸了，你在那个状态当中，你是会非常非常舒服啦。那我就因为如果是去打七的话，大概前面几天，前面两天到第三天才会再进入状况。前面两天是在练习，到第三天以后才会进入状况。那到第三天以后，我就八点上座，11:30我才会下座。那他就在中间就叫你要起来，就让你不要执着在那里，因为在那个当中是很舒服啊，就你就是在那个静上面而已，就那个静是很空明的哈，那很舒服的，你就是在那个上面，你就不会想要起来，他就是要叼起来叫你起来，不要执着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在下一支香在做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想说我还上一次是怎么样好让我可以这样这么高兴，然后就做得这么好，那这一次我也要再继续这样子，就是避免这样，所以就会被叫起来。那叫起来就是要随众，那这是要自己去练习啦，那去学啦。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然后第十个，他说是法数灭，众家心防护亦不能令住。所以他第十个是一切法无精勤和合坚固，说因为无力故，无和合故，无坚固。他说这个时无常如三地论中是，十地经论当中所说的。好，再来是圣进行，那圣进行也是一样。第一个是正变，第二四乘就是我们说的何以故。他有时候会解释说这个
这个真就是嘿，解释当中真第一个哈，他有时候会解释，有时候他就没有解释，有时候他写真是如前啊，或者是如上，或者是哎与前同这样子哈。他这个是他的前际淡观无常空等，何故复起如此分别？所以他这个是何以故？啊，解释以即空分别是，方令会明净故。所以他说欲为什么要去学这十法？是欲于一切法增长明净智慧故。好，现在是十句的圣进行，护小圣行。护小圣行就防护不要堕入小圣。第一个初一是种，他说分别众生假名不实。So, 又是又另外一种解释是分别种类差别等。说、so, 诸佛子彼菩萨因学十法，说、so, 何等为实？所谓学分别之一切众生界。啊，余九是别，其他的九个啊是。分别之一切法界，分别之一切世界，分别之地水火风界。地水火风那个要一个一个哈。第八，分别之欲色无色界。我们很容易会把那个当成是一个哈。它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第一个知众生惑业染尽，所以说法界差别要分别知一切法界。第二个是知众生依处，所以分别知一切世界。然后后面次是知四大成众生别，所以分别之地水火风界。次三之三界名众生出细别，欲界最初嘛，然后色界次之，那无色界比较细，最细，所以知众生出细别。然后又是第三句之种之依报，然后次是四大出气体，种之依报哈，分别知一切世界，然后次是出气体，次三界变气象。三界所以皆分别即空即差别，就知这个四大，然后三界。好，这是修行住。那至身贵住，身贵住标就是何等为菩萨摩诃萨身贵住。好，同向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物。别向有自分行、圣进行。那自分行，第一个修止观，第一个修止，第二个修观。圣进行就跟前面的一样，正变事成，那
修止行，说标中是名可知，法法经云，法法云，从佛口生，从法化生。说初时自分同四谛中十种法智，跟第四谛一样的。说初三摄心入理以修止行，第一个正心于佛，第二穷法圆底，第三安心弃彼，以此即当初世为于三宝得不坏尽性。因为它有三个，此菩萨从一切圣法正教中修十种行，何等为实？所谓第一个信佛不坏，就近于法，这第二个，第三个是即然定义。那修观行，修观行后期是照达四相以修观行。那第一个分析所化，我们看第一个是分别众生，所以他说分析所化聚类多端。第二个是印机现差，差别非一，印机现差分别佛差。第三个众生依报，所以分别世界。第四业有黑白不同，所以第七分别诸业。好，底下果有苦乐之意，所以分别果报。好，第九分别生死，我后面那个经文它是十法，我是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它这个是按照它所说的这样子，哎，要去搭起来，我没有把它再跟它这个一样。所以第六生死有七种差别，七种差别，我看这边有没有七种生死。好，七种生死是指凡圣众生的生死状态分类，分为七种，所以称为七种生死，是大明三藏法师法术说的。分段生死，这大家都知道嘛，分段生死，然后变异生死是三圣圣者的那个生死状态，然后再来流入生死，就众生流转轮回，以言其生死状态，为众生有事之初迷真逐妄，流入生死苦海，飘溺不息，所以称为流入生死，反出生死，以还灭门以言众生的生死状态。说若众生若发心修行，备忘归真，则能反出生死。结果他是反复在说了哈。好，第五因缘生死是指初地上菩萨示现的生死。那第六有后生死是十地菩萨的生死状态。说第十法云地菩萨因有最后一分最后一品的无明未断，所以上有一番生死，视为有后生死，是最后一品。那第七无后生死是指等觉菩萨的生死状态，所谓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分无明烦恼，就近永进入妙觉位，不受后生。啊，有的他后面这边他有翻译名义集，然后内容跟这个有差别，其实他们都有
但那个顺序或者是那个有一些差异。那我们通常知道是那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那他是把他说的比较详细，所以他会有说有七种生死。我们都还在第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还不到像菩萨这样留惑润生的啊，留一点啊，好像要回来度众生。我们是留好多点啊，自己要轮回的，差别就只有这样子。好，这是他说有生死，有分别生死，然后他就说有七种差别啊。然后第七个是涅槃，说分别涅槃，然后涅槃有什么？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啊。啊，这个再往后讲，还有什么？他要住什么？哎，十报土啦，方便土啦，啊，这个又这样子，嘿。难怪那个什么，哎，智者大师他只有讲什么，就讲三个月。他讲，哎，要讲妙法莲华经的妙，都要讲三个月。因为像这样，如果是这样一直讲下去啊，哈，哦，就真的是，哎，不只是三个月哈，哎，三年、三十年，我们就是。穷尽我们一生这样子，慢慢的去了解。好，啊，好，他说第二、四、五义皆于此等分析显空，好，即聚类差别二义。然后又有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七个当中，第一个总举正报染尽，第一个是分别众生哈，那次二两个哈，你就要去对哈，次二是分别佛刹跟分别世界是依报，然后次二是因果，因果就是分别诸业分别果报。然后次二分位染尽，所以分别生死跟分别涅槃。好，这是修观行，然后圣进行，圣进行，啊，后面它就会越来越简单，你看啊，它就其实它只有一个啦啊。他说真是可知，哎，它就几个字，四个字就没了哈。真是可知，那我们这是何以故哈？那欲使明达二世等观，就说三世，好圣进。圣进当中有十个他要学的十法，应修十法。好，十个初三，前面三个是寻思检择，第二个次三是择以正修，后三是修以成满，最后一个是总结无二。好，前面三个是菩萨应学十法，何等为十？所谓学分别法，分别去来经佛法，修行去来经佛法，
具足去来经佛法，所以三三三。好，后面一个是总结无二，平等观一切诸佛。然后这又有是初三，前面三个哈是教法，就教理行果这来说的。那初三前面三个所谓学分别去来经佛法，这是教法；修行去来经佛法，行法。具足去来经佛法是国法啊，平等观一切诸佛，这是理法。这是生贵住，具足方便住，一样哈，前面跟后面同向都一样，像我们看别向哈，自分行、圣境行。那自分行它有总说、别说，那圣境行正遍四乘。那总说我们看第五柱当中，自分内初一总与久别，跟第二柱发起此心。此柱举善根显所为见熟，所以跟第二柱不一样。说此菩萨修行十种法，修闻十种法应当修行，何等为时？所行善根悉为救护一切众生。那第二柱呢？第二柱它是第二柱，还要再往前面看哈，自地柱。好，第二个是随一切众生起实行，一显无尽哈。叫第一个是什么？大慈心。他就说他第一个是大慈心嘛，那这是救护一切众生心，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在哪里？他只有起什么？哎，只有起大慈心，那后面这边就有行动了嘛哈，所以他救护一切众生。所以他说此柱举善根显所为见熟，所以跟第二柱的不一样。然后他看得很详细啊，我们大概都呼隆一下看过去，那也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那现在他提出来，我们再往前面去看的话，就真的是有差别的啊。那第二个是别。别当中啊，就饶益一切众生是令修善行，这要救护一切众生嘛，所以要饶益一切众生是令众生修善行，令得乐果，安乐一切众生，下不令着乐，哀悯一切众生。在底下令修出道，所以成就一切众生，令所生处离八难等，是拔出一切众生生死苦恼。八难也是哈，也是这轮转生死的当中。第六，毕竟令出分段变异等苦，
第七，是以正法，令灭不信及疑，故喜。说令一切众生欢喜快乐。哦，前面是令一切众生舍离诸难、离八难，然后拔一切生死苦恼。好，令一切众生欢喜快乐。是以正法，令灭不信及疑，所以是欢喜。第八，受以三学，控欲造修。是令一切众生调伏。最后，令得学果，是令一切众生悉得涅槃。涅槃是最后的果，所以说的。然后又第七、七、八、九，第七是智，第七这边应该是第八了哈。那第九、第八是定，第九是断果，令一切众生悉得涅槃，那是断果。好，再来圣进行，说圣进学当中，第一个由无对治，生死无边。还有十个，说诸佛子、彼诸菩萨应学十法，何等为十？所谓学之众生无有边。第二个是知众生不可数。第三，知众生不思议。第四，知众生种种色。五，知众生不可量。六，知众生空。七，知众生不自在。第八，知众生非真实。第九，知众生无所有。第十，知众生无自性。我们可以相对应的过去啊，第一个是由无对治故生死无边，啊，第二个约去来，所以，那第三个约现在苦，所以有知众生不死，第四约十方，所以体性有根欲。第五是约下界，第六约无色界，第七所执性，第八、第九是约依他性，所初具一缘，后具无实。最后一个是约缘成实，是空如来藏来说的，知众生无自性。那又有这样的，第七是无相，第八是无生，第九是无性，第十是总结三无性，就以这样的说法。然后四乘就真是真，何以故？那是也是一样哈。现在他要解释的是欲令其心无所染着，这个他就会有解释了哈。相世中无染着有二义，第一个是既以善根救摄众生，以学之众生无边等故，不着现分等心，就是广长二心。然后第二个是学之空等故，不执着时，
是不颠倒心。所以由此所学，令前持等方得顺理行增。他说为什么跟前面的前面那个起大慈心，那这个是要欲令其心无所染着，所以这边跟这里跟这里不一样，所以他才会这个行在修行到这个时候，他才会跟前面的有所不同。这边是增顺理行增，前面只有起那个心，后面是实际上他有去行，所以他说是令前持等方得顺理行增。要不然就他认为说，你这里无缘无故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所以他说故须学。第六是正心住，正心住相对第六地是现前地，般若现前。你可以把那个十地的你可以把它这样一地一地背下来，那他在修什么，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是知道了哈。好，这有自分行、圣进行，那前后两个我们都不说了哈，就是我们都这个知道哈，现在我们就说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好，自分行就所敬三宝，那第二个是所悲众生，第三是所知法界。那第六柱当中所出世是约所尽三宝修平等观，所以此菩萨闻十种法得决定心，何等为十？就闻赞佛毁佛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赞法毁法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赞毁菩萨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赞毁菩萨所行法于佛法中心定不动。所以这修平等观，所以听赞叹回止佛法的心定不动，所以他说正心是约三宝而说，然后底下三个是约所悲的众生来看，因为平等观，所以对于三宝，然后对于众生，然后后面是法界，对于法界也是一样修平等观。从众生闻众生有量无量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众生有垢无垢于佛法中心定不动，第七闻众生易度难度于佛法中心定不动，这是对众生。然后再来法界，那法界是以赞毁之时皆从缘起同无自性，无性之理是此观境，所以不动才称为正心住。就佛具圣德礼仪包赞，所以闻叹不动。若执佛情有既非正理，所以闻毁不动。毁相令尽，赞理令显，所以
皆不动。说闻法界有量无量，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法界若成若幻，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法界若有若无，于佛法中心定不动，是为实。这十个啊，然后他就说，就提三祖天子经里边说的，问文殊师利菩萨，若复有人回汝所说，彼将何去？然后答言，当向涅槃。又问何缘作如是观？说答言，一切无有不回语言而能得至圣解脱中者，所以者何？其圣道中无有名字章句语言可说可示，若不信者，彼等当不解脱。又问何缘作是说，不可以得解脱，复得解脱。也他是说前面的平等观，你平等去观察这些，其实就是说的在这边说啊，没有这些文字语言的叙述，这个文字语言是要来形容，要来表达这一些事。那这一些只是我们要去表示它，所以他说并没有说一个得了解脱然后又得解脱。然后法界随证有生前，所以故云无量无量，世界多故，云法界成坏。所以颂当中，世界成坏空不空为有无也，由得此十种决定心。所以对于缘逆顺，缘的逆顺皆不能动，在此位中有事现退，为引出心慢解懈慢等故。就如舍利佛、法财王等，所以是故第七方明不退。那舍利佛、法财王，他是说让这不退，说法财王，法财王子是指遇到恶因缘而退第六正心住的王子，所以称为法财王子。这是从璎珞菩萨本业经当中说，若不执欲善知识，于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中必退失菩提心。如世尊于初会之众中有八万人退失此心，净目天子、法财王子、舍利佛三人，即于此逢恶因缘而退入凡夫不善恶中。所以经中说到以法财王子、舍利佛，有的经他说这两个是不同的人，有的经说他是两个是同一个人，法财王子是舍利佛的前身啊。那在璎珞本业经里边啊，我就把他就找出来啊，他说如果是没有遇到善知识会像他这样啊，就在这边啊，说如净目天子、法财王子啊、舍利佛等欲入第七组，如遇到恶因缘啊，就退失了。那、说到这边到第七才是会有不退哈、那这在《大智度论》里边就有讲到，大家很熟悉的啊，他不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渡河，那有人跟他来要他的眼睛，要了以后那。给了以后还有看这么脏，然后就把它丢掉，然后再踩一踩，然后他看到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还把它踩一踩，他就退失了嘛。他就说这个是这是很真的是很难啊，你把
最好最重要的，所以那给了那还不要，你还嫌弃他，然后再踹一踹，然后再这很有画面呢。你在看这个时候，你就自己就很有画面。我比较喜欢看文字，因为那个画面自己会在你的脑海里边。那你如果是看人家画好的，那就会被他限制在那里，那自己的想象会比较充实。所以你看的就会那个画面很生动。我就看到这个，我就想说，哪过啊，我大概连眼睛都不给你哦。那他应该是在表法啦。好，那我会看到这个，我在想说，那如果是人家跟我要的话，我会告诉他说，他说我的眼睛也没什么用啊，给你也没什么用。好，这就是这个在讲的这个。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还有一个圣进行呢。圣进行很简单啊，对。学十法嘛，然后十法这个十个就辗转去解释。说前面三个是三无性观，那四是曰惑业，那第五是果报，第六能现，第七所现，第八无体，第九现实，第十缘寂。然后还是下一次再说，因为它是辗转去，前面讲了以后，后面再讲，然后在后面讲一个是往前面，还有一个。好，这个是当人家跟我们要的时候，身外的就先从身外的开始来练习。跟你要衣服可以给他，跟你要东西可以给他，到后来才要你的这个，你可以看。